好，下一套啦。嗯，讲完少女番，要讲啲男人嘅番。嗯，腐番啦，系男人咯，变态番，好耐冇睇过腐番啦，真系。荣贵同埋作画大志合作嘅一套漫画啦，咁其实都几旧下嘅，喺2010年开始连载，咁唔知点解到今年突然间动画化啦，或者冇剧本嘅问题。唔係嘅，我又覺得都 OK 嘅。係呢度其實 OK 嘅，冇問題嘅。等陣你要睇翻入面有啲表現手法有幾舊下嘅，就係所以故事都幾老土啦。咁其實一向都離牌噶啦。咁呢啲男，記住係男主角南明泉水咧，以前10年前就同一個叫一條龍馬嘅人做同星酒吧個廣告嘅。咁呢個廣告咧就一婚紗廣告咧就幾出名下噶啦。咁到10年之後咧，一條龍馬就做咗超人氣嘅男演員啦。咁就想重拍翻呢個廣告，指明翻要揾翻當年阿泉水去做翻女主角嘅，就係、是。咁咧，但唔好意思，呢、這個女主角啊，唔係呢個女主角，當年係男扮女裝嘅，所以打之後咧，就變成一個男人，就揾佢扮翻做女人嘅，就係而家就講個無人照拍啦，就拍之後先發覺呢條友原來係男嘅時候，呢條女就非常之傷心，我覺得佢壓咗佢係，而此兩個孽緣就開始咗啦，就係、是。但係就合理喎，即係男仔輪廓係會明顯啲噶嘛。係。唔係，同埋咧，你始終細個咧，你細個。即係你個樣子都好難睇到佢男女㗎嘛。等於麥記嘅魚柳包廣告化，魚柳係炸麵包咁解啫嘛，方包嚟嘅，輪廓鮮明啊嘛，咁挺。咁同埋本身咧，佢本身阿泉水嘅屋企，即係個背景啦，都係屬於個藝林嘅，即係藝林好出名嘅藝林界出名，即係佢爸媽又好出名，即係佢阿媽係好出名明星啦，個阿爸亦都係一間嘅事務所嘅社長啦，即係藝人事務所嘅市長啦，係啦社長。咁另外佢仲有個阿哥啦，咁佢阿哥又。比較又係一個好出名一對 band 嘅主音啦，咁變咗咧，佢其實咧啊，全家都係明星，係全家都明星啦。其實設定好鬼啲字啊，撞大隻呢套漫畫嘅，其實全家都係明星嚟嘅，點解係天才嚟嘅？咁所以就變一做明星，加咗呢邊就係。咁只不過阿泉水咧就比較佢就唔中意，即係佢就唔想喺呢個藝能界發展，反而想做漫畫家。你明白？細個嘅抖音時就俾屋企人強迫著上女裝，拍到廣告做個女主角之後，咁佢而家就好像已經基本上做個二次元嘅宅，自然興趣畫漫畫，仲要中意一個叫一個二次元嘅角色啦，就係係啦，都冇得救啊！你哋應該。另外一位龍馬咧，咁佢係啦，即係出咗名之後啦。而家變態嘅話俾你聽，十年。但我覺得阿哥變態嘅。佢變態係 set 咗阿泉水細個樣落去，就 set 咗十年啊！即係話幾恐怖，點解變態㗎？唔係嘅，你唔可以話你變態。咁佢即係佢唔知佢係男扮女裝，咁就一路就中意佢，即係所以即係暗戀佢啦嚇，就暗戀到而家。佢中意嘅十年是個內裏嗰個佢，知唔知啊？即係電話 set 相呢方面，我諗你係最冇知阿講嘢嘅。即係10年後啦，再拍翻個廣告，咁佢當然又見翻阿泉水，又係扮翻即係女仔啦，做翻藝娘嘅時候，其實都係即係見翻佢，仲更加中意佢咯。我覺得應該可以咁講。純情啊，啲細嘅絕種啊，跟住絕種啦，都唔係你。咁所以你話後屘佢知道咗，原來佢男。即係高八月松物定型松物之後，先知佢係男嘅時候，即係即刻樣就恭喜曬你啦，真係。咁啊，都好正常嘅。同埋佢阿哥可能又，我覺得佢阿哥都有少少變態咯，即係泉水阿哥又係，即係又係，我覺得會出嚟又係，即係點講啊？即係阻礙佢哋嗰隻啦，一定係會噶啦。即係又係嗰啲你要鍾意我弟弟，就要我過咗我個關先啦，咁樣即係喺上一集都有講啦。暫時頭兩集未見到住嘅，呢、這個唔係咁劇嘅就咁。其實我比較唔係鍾意套動畫，即係我男版門頭我覺得 OK 嘅。咁動畫嘅話呢，佢會我覺得 JC 佢今次做呢就比較抌啲嘅啫，即係好多一啲佢嘅劇情佢比較咗啲比較舊式嘅表現風格呢，做到佢本身有少少慢同埋抌咗，會覺得係。即係好似話第二集咁，龍馬向泉水叫話之後咧，但泉水好驚訝，好驚嚇嘅話，嗰鏡頭 loop 到三次，用嗰度 loop 重複 repeat 咗三次，我覺得其實呢個手法其實係舊式動畫先會有嘅，而家我哋基本上唔會見到有嘅係、哦，所以我覺得佢有啲舊，同埋你見到佢節奏好慢嘅，第一集就係做到佢第一集 kiss， 第二集先知道龍馬係知道泉水係男嚟之後咧、其實呢套嘢可以一集半做曬，我覺得係唔需要拖兩集。不過我個人就覺得就。我覺得就幾好笑囉，我自己睇就即係漫畫呢我自己都有睇過啦，咁即係睇返動畫呢我又覺得幾好笑，咁可能即係一來可能聲優啦，即係都有帶動返啲角色呀，咁令到我又覺得成套動畫又唔會覺得
話好舊式，我又冇呢種感覺，我反而又覺得幾搞笑咯，我自己就。聲音問題嘅，你知道戴永奕嘅功力都 OK 問題㗎啦，佢即係偉德，佢都可能猜到嘢佢，但問題我其實我比較計就係姓胡嗰個聲優，即係呢條友係冇計啦，人哋真係人哋影穆榮貴個好似親戚弟弟係咯，親戚指明嘅咁，但問題條友其實難聽講句，佢配音真係直跌獨高嘅，真係。即係我都想講講啦。唔係你見到佢喺有聲室個同阿泉水講嘢嗰陣咧，泉水表情好豐富啊，但係講啲嘢咧，即係一個舊嘅真係。咁我都想講一講，即係佢呢個聲，即係配音嗰、那個，即係呆哥啦，佢叫。咁其實佢都係真係除咗佢係阿影木個細佬之外咧，佢本身都係一隊 band 嘅主音嚟嘅。咁我估咧，佢當時即係阿影木創造呢個角色嘅時候咧，其實我覺得佢係有參考佢細佬咯。你睇《月刊少女》知咩事㗎啦？係啦，嚟身邊嘅人嚟做呢個設定，所以佢今次。點解會揀翻阿 Daigo 做配音呢？即係配呢個角色咧，我覺得都會即係都會合理咯。我覺得就但其實如果佢仲唔使夾 band 唱歌嘅話咧，揾時咧嗰個聲都得嘅，其實真係唔一定揾佢喎。我覺得其實係一個點講啊，有啲感覺係咯，突出啲咯，可能想令到即係同埋佢其實 Daigo 咧都喺日本嗰邊都有啲。fans 嘅都有少少 fans 嗰啲啦，咁可能佢都想吸引翻啲即係 fans 啊，或者睇下咁樣咯但呢套嘢嗱，好老實嘅，前面大家覺得係藝能嘅動畫問題，但去到中後段嗰啲好過激嘅場面咧，我覺得寶特會受唔住嘅，就係今朝動畫會唔會照做落嚟啦？咁我唔知佢有冇啲閃光嗰啲，有星光嘅可能會有，咁過激都幾過激下嘅，咁 BL 片有星光。算啦，即係一時世界初戀嗰啲過激鏡頭會 cut 曬嘅就，但呢套就我唔知道會唔會 cut 啦，或者可能打聖光啦，唔知道。但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睇嘅話咧，有啲心理準備會好啲嘅。有興趣睇聖光。咁呢套都我自己都會睇落去嘅，即係當然佢個動畫未完啦，咁即係個結局點樣咧，真係要睇到後尾先知咯。佢點樣做，即係做個原創咯，咁樣咯。一定要喺某個地方 cut 咗就得咯 ，OK 嘅問題我覺得。即係當係完咗就得㗎。而家第一部分係咯 ，OK 嘅問題。OK 嘅呢個都。得好，下套。